我第一次接触痉挛性麻痹患者，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在这里受到的教育的不只是在他们的体能上啦，他们有这样子的运动，他们也学会了好像基本的这些礼貌啊、尊重啊，还有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课程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我是跟三菱一组的，然后我就发现三菱她其实是个很独立的小女生，然后她也很活泼，我们一来的时候她就一直滔滔不绝，一直说话，然后那看起来她好像跟其他小朋友的关系都很好。我觉得她比一般的孩子呢更乐观，然后她的精神是很有感染力的。带着鱼来着嘛，在游泳池里，我觉得它一直贴着我，然后感觉很温馨。他们需要的呢，不是一个24小时在身边一直帮着他们的人，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玩伴。我们付出一点小小的爱心时间，可以换来他们那么多的笑容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谢谢你们给我们的帮助与关爱，谢谢。